这里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清晨，我们用着喜乐的心来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这个时候将我们心里的忧愁，将我们心里的苦闷，全部都丢到你的怀里。因为主耶稣，你告诉我们，你要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你的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希望有喜乐的心在你的面前来敬拜，因为你喜乐是无人能够夺去的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要得到自由，我们要大大的在你的面前赞美你。主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主你的应许将我们救活。主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，我们可能有许多的不顺利，有许多的烦恼，甚至有许多的委屈。但主耶稣，我们相信。用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称颂你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呼求你的时候，你必应允我们。只要我们祈求，我们开口向你祷告，你就必赐给我们大的力量。因为主耶稣你告诉我们，当众人都离弃我们的时候，你必不离弃我们。你也告诉我们，要我们等候耶和华的，必不致羞愧。主耶稣，你爱我们到如此的地步，牺牲你的生命，你将。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，是给我们的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乃是我们要因你而得救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我们更将我们今天的敬拜全然交托在你的手里。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爱，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这个会堂，让我们从同谈到的信息当中，我们能够得着安慰，我们得着你爱我们的那样的恩典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神的话语记载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，没有很长，而且我希望我们这边都有荧幕。我们一起开口来念哈，来，第十九节预备。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上帝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。爱上帝的，也不仅爱弟兄。这是我们从上帝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要交给我们洪传道，他要为我们分享的讯息是爱的力量，爱的力量。